对啊，我也想说拿水冲一下，还能降降魔。这人不好。他只是外面降。这个人在干嘛？怎么爆？升天冲。反击。嗯，下风可乐。 不过你能去理发吗？我都不要理了，没办法。还可以，就洛伊的。嚯、嗯！ 这样子买，买把长枪。你还去找他？你是打的？我挂到这里。还行，没事，都会有失误的时候。 他认为要被他打下，还是有点距离。你把那个刺也吃掉呗。 还有一堆辣刺的，其实。那我吃辣吃，那个留给你，那个不辣。还嘟嘟痛。还小明笑。还要叠词子，嘟嘟痛。独立的猫咪说建模不行啊，我今天把贾克斯无限爆杀，结果对面就一个三项打团都比我有用，我都三件套。 是这样，英雄数值强，没办法。孤独通，别抽死，又爆了。他跟你好。嗯，爆了。你要死。跑这么快，不易的。 这个皮肤这什么走路姿势？鲨鱼走。感觉人马要来。没事，让他来，大不了就死。嗯。明天猫跟大家说不能留给我吗？你说什么？鸡翅吗？不行，不要吃。六级打四级。 嗯哼，7级打4级，只能说这炼金他前面玩的不行。爆爆一个，然后去抓香了。啊！哦，帅！我有这个。 假装打
还是有点怕打吧。他等会没回上来。但是我后面我想了，你的等级已经高很多。我看了一下，他没后续。前面不负希望问，如果炼金断线怎么办？一级你跟兵一起出来啊！我这把就是一级跟兵一起出来的。跟兵一起出来就没事。他说他硬断怎么办？你管他呀。那你就硬跟着兵线上线吧，自己不要亏就好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他硬断无所谓。那天摸人专家说硬断要死。开发的前面说小明好帅帅呀。这都拉不回来，换以前我操，好多人都给他拉回来，现在不行。看黑发说，虽然没我帅，但是小明好帅。六，难杀，海大有抗性跟回血。还有地方打。人马，找个机会给炼金送就行。这如果真的抓我，够了噻！不用太大，他都死。对，够了，有猛人冲击。那所以你这一下你会估一下，比如说这个伤害吗？决定开不开大，还是说你手感已经就是直接那个？你有记忆，玩习惯你会知道那个伤害打多少，但是玩不知道。这其实你估算你也估不出来，你短时间内你要给他计算。对，我以前以为，哎，你射术好好，但是没有，你只是直接觉得这样能杀就直接杀了。嗯、感觉，其实这种击杀跟感觉很大关系。来个大尊重，玩的多了 Q 一下，大概就知道你一套多少伤害了啊、哦。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很快嘛，因为可能一下子有机会把握住了，就能击杀对面。上单一 v 一就是这种博弈啊。下路我会觉得，经常每一波的拉扯要算一下，比如说那一套打到底能不能杀，不太一样。主播的发型叫型男，叫母的。我操，怎么还有人过来了？哎呦，好想开课呀！看了他们的弹幕，但是算了，忍住了吧，还是先把这把游戏打完。而且你在吃东西，免得坏了你的胃。别急。前面有一个问打鳄鱼剑姬带征服者吗？我不带征服者，我现在一般带不灭会好多。其实炼金他那个抬手出来你还是可以E的。嗯，被挡了，被挡了。啊，明老师来看课啦。罗吉猫说这回真成了明老师。好男与男说那就开顺便催眠睡觉。10-7带不灭的话复习带什么呢？不灭复习带红色就好了，就是你带那个猛然冲击就可以，猛然冲击跟破了我一般带量，因为你带猛然冲击的话你的 Q 就带真实伤害，就是你 Q1 的话它那个消耗会很厉害。前面说不灭下版本要削了，已经削了。这是什么皮？海魔人。
才11分半。乌鸦过来，还差100，这挺进有点贵，卖3300，怎么才1.53呢？我以为都2点，哎，你怎么抢话呢？细节反向性。我想预判他闪加 E， 啊，并没有闪，他只是往后面闪，很稳妥。哎，我刚刚说你稳妥就出来送，啊，稳妥了，但没有完全稳妥。这下我要多1000块钱，不知道。700，14分钟的时间在哪儿？抢主包的话，这样他就无话可说。弹幕说想提前下班，没有。哈哈哈！你没有看，他那个面包片掉了呀！哦，我去，给线，你很烦啊！干嘛？我想把里面的线吃掉，结果他那个面包片掉下来了。哦，这把 EO 对下路有点，中下还行，但亚索还好，他补刀还可以，补刀100多刀，这是玩的稍微有点小冲动。我电脑上挂着明哥直播间，人在床上躺着看手机，这要给我算双倍时间。吼吼吼！厉害！我要去参一波团。这什么？暴风大什么？暴风大雪。哦！现在都叫的东西叫暴风大雪，太贵了。他这个表情太小了，刚开始看不出来是啥。往南野男说，现在这个鞋子我是真不想出，贵的要死。阿佑说不会哦，后进直播间的端会把之前的挤离线。哦对，不能同时登录，好像说被小兵卡了一下，不然真可以拿下。被抽了，这一波不会过来的。不会哦，过来还是死，不会挺近的，我不要了。好的，帮你看看现在的关时吗？等一下别急。近30日观看7064分钟，再接再厉，勇创佳绩。
哦呦，来这么多人。腐蚀了，压个黑手，很腐蚀，一直在被减速有点恶心、嗯，小控制，没什么办法。什么？才七千，第一名要颁奖吗？不知道，我看主播吧。他是三十日啊，就是你可能过了几天之后，他重新计算的是近三十日。对，所以他会变动，不一定会一直增长那个灵情风险的颁奖。看看我的呢，委屈巴巴有点想哭，已关注670天，近三十日观看390分钟。浮华乱红尘关注329天，观看4736分钟。这五羊笑了。钟明家，来来来，3333已关注1873天，观看681分钟。第一名奖励明哥一个清清啊！末了说在双排吗？不是，他在单排。我是刚才读了一些弹幕。我在吃麦当当。唐军。等一下读吧，有点焦灼。有牌子的，有事没玩斗鱼掉了没关系的，有空来看看你有没有牌子里头的。这皮肤帅呀、啊！我感觉还是霸天最好看的，都行吧。皮肤这个东西其实很主观，喜欢用什么用什么，但是尽量就是等有折扣再买，就是不要全场用。皮肤溢价特别严重，这服务器的皮肤全球最贵，就不要全款去买。再喜欢不妨等等，你要这样想对吧？只要你一直玩它，你总会碰上折扣的时候，你碰上折扣，你就可以很低的价格买。就是你不要用全款买，全额买的太贵了。放心吧，打折的时候买就可以。我需要做一个大重伤，暴击重伤，那个做出来就 OK。太贵了，主要是。这不一定是拳头的问题，并不一定拳头什么东西，紫音符其实价格挺公道的。可以等打折的，没事，除非说你等不及了啊，你现在就要，那你就现在买。真好呀，贵贵。你要不差那一点点的话，你买了对你来讲无所谓，那就是随便拿。我的感觉就是最好是等打折买的，反正你能一直玩嘛，就是。皮肤又不加攻击力，对，不加攻击力也是你手感的。但最近活动那个皮肤我挺想拿，而且免费拿、就是那个戴提莫帽子的西贝尔、我感觉看起来还挺可爱。
挺肉的。这出装就这样了，你们要是想做那种半肉穿甲的话，你就作为一个穿甲工就行。而且现在我非常不推荐冰刀，做那个暴击可能都比冰刀好用。恒吉思汗晚上好，感谢蛇皮仙子的小礼物啊！感谢蛇皮仙子。爱玩叨叨六六说已经等不及了，这皮肤太帅了，帅的程度仅次于主播的头。那早点啊，可能就好，哎，没事。有点可爱。他可能想拿头发，哎，都能理解。罗吉猫说：“今天打大乱斗玩一口，见小兵往前冲冲冲，刺刺大三弄，选一口就对了。”杀喽！刚说完要五杀喽！帅的帅的帅的！想五杀？大唐皇子加大唐高子，你能看到各种出乎意料的操作。真心崩神专家说等不及了，我不啊，爱情来得太快。天天唱是吧？你为什么能发视频啊？凌晨工作中，搞得你都想买那些小孩子画的那个 Nico 皮肤了。哦，他那个在里面吗？其实那个我还觉得蛮可爱的，每年好像到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都有活动，感觉都不如多兰剑这些大剑强多，有身上帅。对面貌好，我操 ，EL 了。我们应该打得过，不是吧？打得过。我拿你能说昨天开宝箱开了 KD 寡妇，不过没玩过天。我感觉宝箱开出来都是赚的，你就算不玩，当然都有的时候会随机到的体验。哪路哪来？不给，嘿嘿，鲨鱼娘车也。重伤轻语被砍太多了，性价比不太行吧？都行，其实无所谓，因为你剑魔只要有那个暴击就够了。不好的重伤轻语呢？补刀。随便买的。网友阿金的功能为啥呢？正好应该是阿金录的。哦，那个龙卷风是吧？十二个手指包，二十二个手指包。蛇皮仙子说：“操了个水晶球，你不要就是上头。”对。量入为出，事不消避。直接来喽！我有人头就可以。好像没有机会给我展示。其实出完这三件啊，比如说星虫挺进加15，那基本上你后面怎么买都行，你想买什么买什么，你甚至做半肉都没关系。这主包已经给你们整明白这个建模现在它这个体系是怎么样的，核心就是15啊，这版本它的核心就是15。喂日，蛮狗来了，来让我试试伤害。
全是超级韩一真是惨就对了。拿下兄弟们大点的关注，但是不推荐买无尽的，你可以买暴击穿透，但是不要买无尽，最后一件买个蓝盾什么都行。